回首似梦一场，相约莫相忘，不负时光。不行，我是何府婢女，怎么能指证大人和公子？你是人，不是任他们随意欺辱的物件。姑娘，我知你是好意，今日之事我会替你保密，但我求你放过我吧，他们我真的得罪不起。你走，你走啊，你别来了，让我去报官那是要我的命，你走走啊。女子名节比天大，我怎可以抛头露面，你快走，不要连累我了，快走快走，我的丈夫就要回来了，这事你不要再提了，快走吧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遥看山远，落红一片，欣然似水流年。当世道寻常，再回首似梦一场，相约莫相忘，不负时光。瞬间尝尽沧桑，愿千岁无常，寒雪无恙。谢谢。我今天见到了好多人，明明他们才是受害者，可每个人都把自己当罪人。公道天理看似简单，又有几分能实现呢？那他们就要一辈子都活在阴影里吗？此路不通，便另寻他法。还有别的办法？那日裴衍故意拖延了一个时辰，正是何正文匆忙准备的时间。一个时辰，他们是如何改变局面的呢？家奴书是伪造的，我那天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哪里不妥，闻着还有股香气。是真是假，一验便是。可现在在何正文手上，要如何拿到？